某天晚上，有个少年向住着可怕怪物的黑漆漆的山洞悄悄走去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听见了怪物的脚步声，蹦蹦，声音渐渐逼近他们。谢谢奇迹。于是他躲在了一块大石头后面。那里有怪物！阿乐，不是怪物，是影子。影子？对了，给你看个好玩的。来。好神奇，好神奇！有什么神奇的？谁都可以做到，好吗？哇，努努的手变成了蝴蝶！我还可以做出更好玩的影子呢！呀，呵，呵，我就是能飞上天的炫彩精灵露露！呜呼！是，快看快看，阿露变成了星星，这算什么星星啊？来，小星星，特别大的超级星星，怎么样？我露露的超级星星影子，是的，真的好像星星呀，露露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是的，现在该不怕影子了吧？影子，好好玩，好好玩！好好玩，好好玩！好好玩！仓库里应该很安全了，放到明天努努来取之前。仓库吧，要给你们的东西已经都装好了。农夫叔叔，仓库里面一团糟。什么？哎呦喂，这是怎么了？到底是谁做了这种事？哎呦，肯定是那群坏蛋把我们的土豆拿走了。但是门是锁着的。哎，到底是怎么拿走的呢？拿走了，谁呀？
我看墙上有洞，这样的大小一看就是老鼠洞啊。哎呦，看来是被老鼠们偷走了，老鼠们可能还会来，我来守着仓库吧。我也要。好的，守护仓库吧。我就是炫彩精灵露露。出动啊！出动啊！出动！出动！老鼠出现了，快挡住，不能让它跑了。也太快了吧，根本挡不住。那么就在洞口守着吧，不让他们进来，守在入口。老鼠又来了，就让我炫彩精灵露露来阻止他们。不行！老鼠们逃走了！别踩到了，小心点。快，不能让他们偷东西。站住！不行啊！哎呀，好疼！怎么办？又没拦住老鼠吗？又让他们跑了。这样下去，老鼠们会把这里剩下的东西全偷光的。哎，太怪了，根本拦不住。用什么办法能让他们没法动弹呢？阿露如果被吓到的话，因为害怕就没办法动弹了。对了，就是这个。先吓吓他们，然后再让他们害怕。用什么呢？猫，老鼠们怕猫啊。如果仓库里有猫，老鼠就不会来了。但是我们也没有猫啊。对了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什么？不是真的猫也可以。我们可以用稻草扎几个假猫。
们都害怕地逃走了。哦，真的都逃走了，粮食也都没事。但是要是再来了可怎么办？怎么办怎么办？对了，我们不是做了稻草猫的影子吗？把这个放在仓库里就不会再来了。真是个好主意，努努，真棒。果然努努就是创意多。呀呀呀努努啊，大家都来了呢。啊，嘟嘟快来。有什么事吗？哇，这是什么什么呀？不要紧的，我们是朋友朋友。哇，好可爱呀。这是我的朋友小兔子，在我家和我住在一起。都是努努照顾的。阿路也照顾了的，还有他和我更亲近。你看，我要是也有个像兔子一样的朋友就好了。小兔子暂时留在我家照顾，想它了可以随时来看它。哦，对了，要给兔子吃饭了，喂它什么好呢？兔子喜欢吃胡萝卜。嘟嘟家的菜地不是有胡萝卜吗？胡萝卜胡萝卜，我来分一些给你们，可以吗？好不容易养大的胡萝卜呢。本来就是为了和朋友们分享才养的嘛，过几天胡萝卜就都熟了，你们一定要来哦。小兔子应该会喜欢的吧。我要是也有像兔子这么可爱的朋友就好了。哇，好可爱。你好呀。哇，等一下，这是我好不容易才养大的胡萝卜呢，要吃吗？哦，不喜欢胡萝卜吗？等一下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水果。这里种着你喜欢的樱桃树。哇，谢谢你。哇，小兔子吃的胡萝卜挖呀，鼹鼠吃的樱桃种呀，快快长大，快快长大，长大长大长大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要给兔子带去的胡萝卜。你好，嘟嘟。努努、阿露、露露，胡萝卜不见了。胡萝卜消失了。是谁拿走了胡萝卜呢？一定会留下痕迹的，大家一起仔细找找吧。看这吓一跳的样子，还真是奇怪呢。哎呦，我的鼻子！怎么这么喜欢我的鼻子？别动，别动！出什么事了？发现了什么吗？我找到犯人了，这里，这里。青蛙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去拔胡萝卜。我天才侦探露露都破不了的案子，阿露当然不可能破啊。这是青蛙的脚印呢。是的，小偷也会留下脚印的。找到了，这是犯人的脚印。是谁啊？是谁啊？肯定不是青蛙。好了，找到这个脚印的主人，就能找到犯人了。超级侦探露露一定会找出犯人的。炫彩精灵侦探队出动，一起走啊，露露！一起走啊！小心点，像上次小猪们出现的那样，有可能会出乱子。小猪的脚印和犯人的脚印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太不一样了。别灰心，再找找其他动物吧。不是，小鸡们也不是。这次也不是。不赶快找到犯人的话，可能又有胡萝卜会被偷走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再回到胡萝卜地吧，真的，犯人有可能再次出现。万一犯人真的来了怎么办呢？你是来找我的吗？见到你真的太开心了。长得好奇特呀，又可爱又奇特。是鼹鼠。鼹鼠，我新交的朋友，真的很可爱吧？哇，手长得又厚又硬呢。鼹鼠在地下这样穿来穿去，手掌当然不一般啦。原来如此。坏人是鼹鼠吗？什么？你们看这脚，
是啊，我就知道是鼹鼠啊。不会的，不可能，不会的。你看看这脚印的形状，一模一样啊！犯人就是鼹鼠啊，鼹鼠。但是鼹鼠不吃胡萝卜。那么，犯人到底是谁呀？原来是你吃的呀。嘿，我就知道犯人是兔子，有胡萝卜就有兔子，有兔子那不就是有胡萝卜吗？兔子，你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，这是小偷才会做的事，以后再不会做了吧。再别这样了。对不起，怀疑了鼹鼠。对不起。看来是很讨厌我。看来鼹鼠原谅你了，看起来很喜欢露露呢。和鼹鼠解开了误会，太好了。嘿嘿嘿嘿嘿。真的太好了，是吧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